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的哲学观念不一样，对世界宇宙的认识是不一样，立场也不一样。这个只有我们通过全球化的对话机制才能协调。我觉得现在思想和理论至关重要，因为一个美好的一个不好的思想，就像我在慕尼黑，我的家乡，这是我第二故乡啊 ，Ich lebe in the Menschen。那么，当时慕尼黑才出现了希特勒，他的顾问给他出了很多不好的主意。一个不好的思想可以摧毁一个文明的世界，所以是思想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全球化理论，一个美好的合作平台，一个实际的可行的操作方案，我相信也会给世界带来幸福的希望和福音。这就是我们全球化合作基金会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组织与联合国共同推进的事业。我一会儿还专门有些讲讲关于为什么在时代中诞生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组织，我也参与它的组建。2005年的上半年，大家也都知道，正好联合国60周年，在选择和挑战和选择面前，选择是最痛苦的。就像人的一生就是选择的一生，选择好了就幸福，选择不好就是悲剧。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世界文化多样性，也是在联合国教科的背景下讨论了几十年到底走不走这个路。美国当时一直反对以色列，最后148票对2票全体通过，因为联合国教科总结了人类走错了路，人类必须回到多样性。多样性不光是文化概念，是政治的概念，是经济的概念，也包含了人类延续、生存、创新、发展，包括这些东西，包括它的公约已经诞生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认为必须改变两次工业时代的组织结构。啊，两次工业时代诞生很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但是我们觉得这还不够，需要更多的补充。因此，我下面就简单分6个问题来讨论。第一，第二届北美华人财富论坛召开的现实意义，我这里再强调2点：正值美国金融危机蔓延，逐步扩大实体基础，那么我们怎么来安排，怎么来采取应变的对策？因为世界人民突然感到一场空前的危机，而且他们埋怨政府怎么事先不预告。我在片子里写到，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经说过，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那个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个最聪明的，是能够随着世界做出迅速变化而变化。因为政治事先很重要，你没有搞清楚，全球化像幽灵一样把各国领导人搞得疲惫不堪，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信息革命，是不选战的。就像10年前，我记得不是在北京召开论坛，我把我写的书给他，我告诉他，其实不需要打仗，是吧？信息革命它就不选战，已经开始了，战争其实已经开始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吧？它是不选战。从中国古代古典思想来说，像汉朝的皇帝很聪明，一般是不动粮草，不动兵马，动兵马是最蠢的。啊，如果你要想统治世界，你要想征服世界，你要想改造世界，这个世界必须要足够的智慧，否则的话就像产业链一样。最近中国在这种产业链方面已经非常谨慎，因为动一个就不知道其他的环节全部破坏，所以它都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一会儿再讲到关于哈佛大学的理论，因为前几年全球化信息革命搞到世界铺天盖地，搞到人心浮动，都是在梦幻着的财富的到来。其实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要驾驭好，如果驾驭不好非常危险。而且全球化最重要的这个时代来到特点，我看了这么多的全球化理论的东西，我觉得约斯奈说的很简单也很朴实。我请了在人民大会堂演讲，因为他是政治家，他提出要在那里演讲。全球化最基本的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矛盾，不是阶级的矛盾，是缺乏的矛盾。它
实，因为信息太多了，因为更。